不吃一次，你永远不知道虾和口菇有多大。平时洗菜的水也很重要，好的水可以让食物的味道变得更好。虾肉剁成泥，腌制的配方在屏幕上咯，记得做好笔记。搅拌均匀后填入口菇，烤箱180度20分钟。最近新入手了方太母婴净水机，3根滤芯七重过滤，用的是不锈钢安全龙头，不仅用来洗水果更放心，还可以直接饮用哦。青橘对半切开，其他的水果切丁，放进冰格里，倒入过滤出的清水，放进冰箱冷冻。因为方太净水机过滤出来的自来水去除了异味和有害物质，还降低了水的硬度，所以茶汤的口感和色泽就更好了。口菇烤好了，撒上葱花，虾泥吸收了口菇的汁水，变得更鲜甜。好水好茶配好菜，快就给你爱的人吃吧。